外观片，硬朗霸气。全新一代克莱斯勒 300C 外观上依然有不少老款的身影，但在克莱斯勒团队的努力下，让全新的克莱斯勒 300C 在美系车肌肉线条基础上增加了一丝稳重与柔和。全新克莱斯勒 300C 的前脸的视觉中心是全新七横幅设计的进气格栅，以及全新设计的飞翼 logo， 采用特别的亚光金属质感饰条作为点缀，凸显整车豪华与动感的气质。前大灯组采用了类似钥匙的造型设计，远近光一体的氙气大灯，同时配有15颗 LED 日间行车灯。雾灯采用透镜设计，这在同级别车型中是极少配备的。在前保险杠下方有克莱斯勒 300C 标配的夜视系统，能提高夜间行车的安全性。新 300C 侧面线条轮廓清晰，腰线较高，具有极强的肌肉感，前后两段尤为厚重，仿佛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内心流淌着美国的热血。车窗的高度仅占了车门高度的三分之一，这一设计理念凸显克莱斯勒团队在视觉上刻意强调的动感性。新克莱斯勒 300C 尾部传承了凯迪拉克血统的精髓，你仿佛会看到老式火箭尾翼的造型，这一设计也被视为美系车的象征。新的 300C 沿用这一经典元素，让复古的美感与现代的精细相结合。全新 300C 采用20寸铝合金轮毂，这个尺寸在同级别车型上几乎从没有出现过，克莱斯勒仿佛毫不掩饰地向世人展示着自己的霸气。内饰篇，精细舒适。克莱斯勒 300C 的内饰设计还是保留了底特律的味道，不过较比老款更为精细，用料也更加上乘，采用了意大利 Portinaro 手工缝制内饰，高档纳帕全立面真皮座椅，以及 Mocha 手工打磨实木镶嵌，这些细节的设计也与它外观的霸气相互呼应。新 300C 冰蓝色的双炮筒式仪表盘极富视觉冲击力，夜间读取效果也很出色。金属包框的中控面板以 8.4 寸大尺寸液晶屏作为视觉中心，可实现 CD、DVD、MP3 娱乐播放、温度控制、座椅加热、随速音量调节等功能。方向盘后提供换挡拨片，可以满足驾驶者的操控激情。因为设计团队的负责人出身奔驰， 300C 上全新设计的游艇式换挡杆让人有非常熟悉的感觉。前后排座椅皆是宽大柔软的舒适风格，仿佛一个宽大的沙发，充满了浓厚的美式风格。前排座椅均为电动调节，并且具有记忆和腰部支撑功能，前后排座椅具有通风加热功能，得益于超过3米的长轴距。克莱斯勒 300C 的后排乘坐空间非常宽裕。安全性能上，克莱斯勒 300C 配备了前后排头部气囊、前排侧气囊、膝部气囊，同时也配备了 ABS、ESP 等电子安全控制系统。前排主动头枕和胎压监测装置也出现在了2012款 300C 上。性能篇，强劲十足。2012款克莱斯勒 300C 采用前置后驱的驱动方式，目前国内在售一款车型搭载 3.6 升 V6 自然吸气发动机，匹配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，最大功率210千瓦，最大扭矩340牛米，长5066毫米，宽1902毫米，高1488毫米，轴距3052毫米。